欢迎大家嚟到 Sunshine Channel， 我哋今日玩青鬼呢个游戏啦。咁大家都好熟悉青鬼呢个游戏噶啦。咁青鬼系一个俾人追住谋杀嘅一个 game， 咁你大家都应该好兴奋噶啦。咁个好多人都有玩过青鬼嘅，咁大家我今次就同大家玩一次青鬼，睇下大家惊唔惊，同反正我都要试下睇下几惊，因为嗰个青鬼就会追住我哋嘅。咁呢个青鬼 game 我哋系玩青鬼online 啊，青鬼 online 咧就即系话同100个人一齐玩，死剩系最后一个就叫做赢家啦。咁佢会系青桃嘅，咁但系我哋今日咧要试下攞青桃啊，唔系攞其他奖。我哋会进行18分钟嘅吓，咁因为今次就玩青鬼嘅程度应该好难玩嘅，所以今次要试耐啲，睇下玩到几耐就玩到几耐。3、2、1，开始。好啦，我哋而家准备开始玩青鬼啦。青鬼比较惊啊吓，咁如果仲未过9岁嘅以下嘅人同人咧，就唔可以玩。未过7岁或8岁或9岁嘅人咧，就唔可以玩。尽量叫小童唔可以玩，呢个系大人 game 嚟嘅吓，叫做青鬼 online only， 系啦呢个。嗰个青鬼就系蓝色嘅样子嘅，系啦就系呢个啦。播翻个声先，呢个就系青鬼 online， 中文 ，OK， 好啦，而家正式开始，好紧张啊！诶，等一等，跳过晒先，啲网唔识听日文。好啦，开始游戏啦，开始游戏，青鬼啦，青鬼啦，呢个青鬼人咧，系紫色嘅个样。咁佢就会追住你嘅，咁如果完咗几分钟之后，佢就会多一只青鬼出嚟再追，咁就难好多。同埋有毒药同 broadside 一样，佢放啲毒出嚟，令到你哋死。咁如果你有防毒面罩咯，可以保存10秒。咁我哋嘅即将开始，嘟嘟嘟嘟，开始游戏。下列中好的，游戏开始。咁下列中嘅同时咧，就同大家讲咧，呢啲 game 咧唔系青鬼一，唔系青鬼二，唔系青鬼三，而系青鬼 online。所以 online 即系话同100个人一齐 online 玩机。青鬼系本一个最传统、最好玩嘅 game， 仲高级过 Pokemon 啦、哆啦 A 梦其他各种各样嘅游戏嘅。同佢系一种恐怖嘅游戏。青鬼喺 Roblox 任何地方都有得见嘅，一啲恐怖 game 通常都会用青鬼或者其他青鬼嘅人物去做。咁青鬼一、青鬼二、青鬼三咧，呢个系最早期出嘅，即系话最前青鬼一、青鬼二、青鬼三就青鬼吓到其他嘅 game， 最前嗰个系呢个，即系话最新出嘅呢个系。咁青鬼呢个就唔同其他人，净系追3个人嘅，呢个咧就会好多地方嘅，就即系唔同嘅地方玩。咁你下列完嘅话，差唔多开始。咁咧就唔算恐怖嘅，不过就有一种异常嘅感觉啦。佢咧就系 3D 体读版，系全港日本最受欢迎嘅 game 嚟嘅，应该系。不过又唔系太 OK， 佢系全港销售嘅。知青鬼系一个卡人物咧，佢成日都出现嘅。咁首歌咧都有啲异常恐怖嘅，咁但系咧我又唔觉得太恐怖嗰种，因为如果佢嚟到嗰陣時就嘟嘟嘟嘟嘟嘟咁樣，你可以攞武器喺個箱。如果100個人其中一個人攞咗你個箱冇箱嘅話，咁你就可能會死噶。咁99啦，好緊100，好啦，差唔多下載完噶啦。咁咧青鬼咧呢個 game 係 3D 嘅，咁你就唔好以為 Bronze 咁樣全部 3D。OK， 移動，好緊張噶。呢、这个100个金币，下一步，咁细音乐就有啲恐怖嘅。
未过九岁嘅人记住唔好玩。大家请睇下睇说明书，100个患者会对住3只车轨，越嚟越多车轨。咁咧，所有地图都有车嘅话，边个赢咗嘅话，全部一并都死咗，即系就会变成青铜，即系话赢咗嘅家人。咁你咧就要揭入，如果开闸嘅话就揿嗰个闸口位。咁如果有毒嘅话咧，你如果有戴面罩嘅话，都可以保存10秒。咁个车轨咧就可以移动一次，个杀晒几个人，同埋可以翻山继续落去嘅。车轨系唔会死。咁你如果你办法到谂到办法去逃出呢个车轨咧，咁我哋有咩道具？呢个保护箱咧就有一个冰雪鞋啦，有防毒面具啦，咁讲咗啦。个动物可能要佢走得慢啲啦，同埋有啲毒剂嘅。之后如果你赢咗嘅话咧，就会有金币啦；如果青铜嘅话咧，就有啲奖励嘅。咁你可以攞 skin 啦，咁人哋就见到你系 skin 咧，就会好得意嘅。咁你要攞咗 skin 啦，先可以嘅。咁我要，我最紧要真系狗仔，狗仔关。咁好啦，我哋开始游戏 ，play， 好紧张啊！青桃嘅话，即系话其实个 game 好简单。你望下，几分钟就有成100个人玩噶啦。你望下，几分钟有26个人玩，34、44个人，49个人玩，59个人玩，几多啊？吓，一分钟就有成100个人玩噶。嗱，你可以睇下啲人物噶。真的有好多人喺度玩呢个车轨 online， 100个人准备开始，车轨人准备开始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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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咦？但系点样喐噶？哦，咁样喐嘅原来，好似成个 robot scan 咁样，车轨嚟紧未啊？咁你同時都可以 cheating 嘅，暫時一隻青鬼。喺青鬼好似上面啊，青鬼唔喺上面，90个人，89个人剩翻啦，好緊張啊！我都是跟住啲人玩，因為我唔係太熟玩呢個青鬼 online。咁如果你好運逃出咗嘅話，龜哥好慢，真係啊！睇下先，暫時青鬼仲未到嘅，喺青鬼上面，青鬼上面，青鬼上，青鬼上面啊，青鬼上面啊，青鬼上面。青鬼真的嚟到啦！青鬼嚟到，人哋话太好了，咁你可以喺度 cheating boss 嗰度 cheating。青鬼嚟到，青鬼嚟到，青鬼嚟到。都系冇啦，同人哋好啲嘅。有人有防毒面罩啊！哎，我都三玉清。OK 啊，又甜又幸福。不过最后尾成日都俾青鬼追嘅，你信咗人哋，同埋其中一个人会开门，令到我哋全部都死晒，所以刺激 game 嚟噶。死咗2个啦，已经喺嗰度。青鬼喎，哎，啲毒药嚟噶，毒药有毒药有毒药。又攞，系自殺啦！死，自殺，自殺，寧願自殺啦！青逃唔到，死亡點算？你問我，唉，玩多一次啊！啊，有啲廣告啊嚇～
做完。轻轨 online 始终都有广告，唔系因为 Angel 机嚟嘅呢个吓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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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又有广告，点解？三二一。仲未到二十個青玉，唔可以玩。嗱，依度就係你可以選嘅人物，依啲係全部你可以選擇。依度就車軌圖鑑，你可以選擇依啲所有嘅車軌。不過你要夠級先。我就暫時揀住依個。好啦 ，play。好緊張啊！青鬼呢個恐怖鏡第一次玩，不過聽講人哋玩得好好嘅。三個人玩啊，十六個人玩啊，新嘢 level 九，我 level 一，暫時開始玩就係咁樣咁難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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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咁樣。咁呢個 game 好難玩，你青哥哥哥哥哥哥哥，咁多哥要死，青鬼邊度暫時而家唔知，不過淨係知我哋全部都喺度生存緊。好，我要搶寶箱。咦，邊人搶咗？青鬼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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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唉，太好了，青鬼死曬。咩事啊？兩隻青鬼㗎，原來咁咪去匿埋下先。好啦，青鬼，青鬼。青鬼嗰度。青鬼嚟，青鬼嚟，青鬼嚟啊！又死，咁难玩噶 ，level two 啊，不过都好难玩啊吓，青鬼。加上每次做完之后都有广告，都唔知咩 game。玩过青鬼大机嘅人应该知啦，青鬼一个恐怖 game 嚟噶嘛，同埋日本动漫客画。嗰、那個 game 一嚟嘅話，你會好恐怖噶，驚啊！咁啲名家牌咧，有啲人咧儲啲 boss 或者儲 skin 嘅話咧，可以攞到。哇！排第一名 level 排名，我都係排唔嚟嘅。一個 wallet level 一，收取中 ，ready go go。好啦，好啦，开完啦，青鬼，青鬼，好，太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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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系太好了，青鬼唔喺度，自豪啊，青鬼出现了，青鬼真系
係出現啊！唔係講笑嘛？講下笑到嘛？千鬼真係出現？希望可以清楚，清楚，清楚。千鬼，千鬼，仲等咩老声啊？千鬼已经嚟咗啦，千鬼又嚟，仲喺面前啊！救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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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真系啊，咁恐怖噶，完全杀唔到，不过佢个样就唔恐怖嘅。转角色啊，呢个设定好，看动画就有礼品。做广告啊吓！做广告做完啦。屋企好緊張啊！我唔係想玩呢個 game， 我想玩《千鬼 online》啊！仲未到20個青圖，好戰爭！咕咕咕咕咕咕。玩一次就知道玩到清途为止啦吓。哇！两个喐阿伯叔。Ready, go! 好啦，青途咧应该全部人死死死，发现青鬼。之后啊，青鬼出现了。好緊張，好緊張啊！青鬼仲未開始嚟，嚟！青鬼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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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青鬼嚟啦！準備好事，好驚啊！好緊張啊嚇！哇！我啱啱搞緊啲嘢，而家可以繼續開始。青鬼。青鬼唔見咗，青鬼嚟，青鬼嚟，青鬼。
发觉会震噶吓。嗰边冇声鬼，多谢。呢边冇声鬼，好彩。唔知。青鬼冇嚟到耶！哇，差唔多星途啦！耶，青途青途青途！记住大家力 subscribe 奖励我下我下，如果唔系嘅话，真系难以置信。